判断到双方好顺啦，睇下只标志功能啊，好，第九场啦，莫雷拉真系连续三注，最叻跑第四啊，真系。啊！呢場莫雷拉只馬咧，我上次贏咗佢噶，即係象合咧輕磅啊嘛，上次 win 咗出嚟噶，即堂堂幸運。我上次佢上次出我又贏咗噶，贏咗個 win 噶，呢樣只馬幾好噶。咁呢場係千四米就出曬十四隻馬啦嚇，初次出賽嘅包裝風雲就係隔晚十一倍。一間睇睇佢臨場會唔會好啲啊？贏過嘅馬有五隻，就堂堂幸運，疾風明區呢只馬都唔錯噶。四號疾風明區，五號健康在望，咁就九號象合，咁啊十號咧就係魅影楊飛。魅影楊飛咧就田泰安騎嘅，上次今次班德禮。哇！熱咗咁多嘅，隔晚八點五，咁啊入過 Q 嘅就莫有隻叫翡翠鳳凰嘅輕磅十四號，十四號就排個我十四號檔，咁就係咁噶咯喎。一號就從未上名嘅，跑三次輸三次，咁就步步雞啊，跑一次輸一次。運來福星咧就係、是、跑兩次就冇上名嘅，咁但係千二米上次咧就跑第三都幾叻嘅，咁啊運來福星而家又係原班人馬梁家俊嚟過，咁啊上次跑得好嘅馬咧就係、是、堂堂幸運、疾風明區、象合同埋運來福星係呢幾隻啦。啊，初次。一間又初次出賽有兩隻，一隻叫標誌功能啊，周俊樂嘅；另一隻叫包裝風雲何澤瑤嘅。咁就呢兩隻馬初次出賽，睇下冇飛啦。我而家關注緊咧，嗱講上名率咧，最好啊，梗係二號啦，係嘛？佢跑過四次，贏三次，一次第三，從未落地嘅，咁即係百分之一百，好似啲加州十大咁嘅賽績嘅。不過佢係重磅啲。133磅，咁啊加州十大都重磅都贏咗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呢只我就關注佢嘅，從未落地馬。咁咧二號之後就到九號，九號又莫雷拉，因為佢馬上次跑第一，我買中咗嘅，前次第四。咁我呢只馬就 0.7， 上名率就 0.18， 勝出率就唔高嘅呢只馬嚇。比起隻四號嚟講咧，隻疾風明區咧就上名率冇咁高嘅0.6，但係咧取勝率就0.4，高啲嘅，明顯高啲嘅。咁然後就到十四號啊0.5上名率就未贏過嘅。咁但係呢幾隻係實力馬嚟㗎啦，即係2、9、4、14啊，呢幾隻馬係呢場嘅實力馬嚟嘅。咁啊～再數落去就五號、十號嗰啲啦，但係佢哋嗰啲嘅取勝率係0.09啊、0.07啊，咁都係較低嘅。咁啊上名率嚟講就係二號、九號、四號咁樣嚇。咁啊一間睇睇，即係二號以呢個上名率啊、取勝率啊同埋近績啊都係好嘅，連續兩場第一嘅咁樣。我依家睇下啲主持啊，揀咩馬嚇？主持揀二六九十，有啦，有堂堂幸運啦，係咪有象合啊？一隻馬、兩隻馬贏過啊！今年六號係咩？綠色時代冷門嚟嘅喎，六號仔十幾倍。十號係咩？十號係魅影楊飛呢只馬，明顯比上次熱嘅喎。十號馬魅影楊飛十五倍。隔晚八倍嘅喎，即系而家就冷落咗。上次十八倍跑第六，四號冇要喎。四號上次跑第三嘅，夜一倍，咁今次就七倍。我揀潘頓啦，揀堂堂幸運啦，就
拖翻莫雷拉咧，拖九號象合，九號有五倍。我有莫雷拉真係位置都冇啊！即係連續十幾場都，我唔知佢點跑咧。今日好似患得患失咁，出閘啊出唔到，塞喺後邊，俾成扎馬擋住佢咁樣。你話佢唔落力又唔係，佢又叫嚟叫去咁樣，又係唔知點咁樣，唔知一間有冇問話咧？唔知啊，真係。二號堂堂幸運咧，就係、是、跑四次，贏過三次，一次第三，從未跌甩個位置派彩嘅，咁所以我揀佢。二號、九號，四號咧就係、是、巴道，咁正話巴道就飛輪閃耀，都力守翻個位置。咁啊！呢場佢就排個八檔，咁啊上漲佢又廿一倍，咁今次明顯就熱咗嘅呢個四號仔，咁所以個四號都係一個實力分子嚟嘅。咁我就揀只二號。衝啊！睇今日衝得到幾多啦？即係初出嘅十三號有位置飛落喎，而且個賠率就係低過十倍啦。咁佢會積極嘅，我估只十三號會積極嘅，冇人知佢點㗎，冇人知佢會點㗎。何澤耀騎包裝風雲有三倍位置，大安追到同分嚇，但係佢係三 win 嘅，但係田大安咧就係兩 win。田太安呢一場，洛飛最明顯係十三啦，只初出馬係咪？个位置由三点几变到二点几啦，而家已经，即系佢可能系咁样，佢觉得你啲大热门都唔系咁叻啫，即系佢可能咁啊，即系赌马嗰啲，呢都其中一个原因啦。第二咧就系、是、有可能喺外地啊，喺外地嗰啲又赌紧香港马嗰啲咧，咁有人买好多十三，咁佢就将个风险咧就抌翻落个大赛池嗰度，所以好快。就會一嚿錢抌落去咁樣嘅，我推算咋我呢啲啊，因為無論係澳洲啊、英國啊嗰啲咁嘅賭馬公司都有開盤噶，都有香港馬開盤噶。不過唔知佢哋啲注碼有冇話即係溝翻埋入嚟咧？咁而家十三號就去到7.9，咁而家有顏色嘅咧就係二號、六號同埋十三號。二号马嘅堂堂幸运啦，今日连马师、骑师咧，到边都仲有成六只马等紧噶噃。咁而家啡格位置喎，十三号啦，我就唔跟风嘅，但我观察咗呢个现象咧，系初出马，如果系十倍以下又落飞嘅咧，系好积极嘅，但系赢唔赢到又唔知啊。后面咧就步步计啊，以战得胜啊，嗰啲都未入噶，健康在望。包装风云，哇！包装风云嚟到66蚊喎。好啦，以战得胜，顺利。包装风云亦都牵引上去啊。好，话咁快，剩翻两只马，咁啊交俾集前咯。最后入闸，步步计，全部马不准备。我谂好多投注人士而家跟风紧噶啦，落啊落啊落啊咁跟住啊。望几句。一跳出嚟嘅时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闸外边位置翡翠凤凰啊，中间象合啦，黑衫中档步步计啦，内栏走上去六三，仲系绿色时代啊，出边位置就堂堂幸运，亦都走埋上去啦。咁啊再后边嘅马啦，内栏大第五位啦，加洛飞区中间咧仲系以战得胜啊，再后多层嘅马疾风明区紫色衫嘅，内栏白衫红帽咧，咁啊仲系牛角仔啦，后边嗰五只马运来福星包装风云响尾四嘅红眼罩包装风云啊，尾三未影杨飞啦，尾二蓝帽咧就标志功能啦，包咗落尾嘅马系。健康在望嚟噶，咁啊过呢个800米嘅断处啦，前面堂堂幸运放到出嚟就要慢慢揼翻住噶啦。第二位嘅马外边啊翡翠凤凰啦，埋边第三有绿色时代啊，咁啊第四位步步计内栏第五灰马加洛飞区啊，响外边位置有象合啊，出边嘅马咧仲见到有以战得胜啦，马林中间就疾风明区啦，外边见噶啦，咁啊有呢只就运来福星啊，健康在望嗰啲马，马林后边红眼罩咧，咁啊就系呢只包装风云啊，好啦，斗到
嚟将三百零米啦，堂堂行为喺中间啊占先咗，外边有翡翠凤凰追，出边有象合上紧，再喺外边位置仲有疾风明区啊，最后。咁啊，堂堂行啊系高啲嘅，咁啊九号仔咪嚟咯，咁我卒之都单 Q 又中翻一次啦，系咪啊？二号九号啲热门 Q 嚟嘅，好多人中啊呢、這个。咁啲落飞嗰啲咪由佢落咯，系咪啊？即系我哋唔跟风嘅，系咪啊？二九系上问得最高噶，二号系百分百，九号系零点七。再計落去先至係四到十四啊，嗰啲咁樣啊，二九嗱咪又中一次單 Q 啦，幾好啊！一隻四號啦，疾風明區巴島。咁啊，今日成績好啲個潘頓，亦都係第一隻大熱贏馬嘅$24啊！自己放啊，我都唔俾你啊，咩咩順風逆風啊嘛，超級啊！今日冇馬放到翻嚟㗎，係佢嘅啫。暂定名次，二号、九号、十四号、四号啊，系吗？重播，余贵英，当佢一跳出嚟嘅时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闸，即系咧想赢马就要学潘顿嘅，佢一系搏马咧就喺前边嗰度走咗出嚟先，远离啲碰碰撞撞，佢呢啲就叫即系老鬼啦、老饼啦，系咪啊？即系佢就出咗嚟先咯。你封都封佢唔到噶啦，咁就象合上次，我記得佢係十四號仔嚟噶嘛，最輕磅我咪衝上嚟贏咗，但係佢唔夠堂堂行運跑嘅，啲堂堂行運呢個會升班嘅，可能係二班都有機會贏嘅，你睇佢130多磅，一早放咗出嚟。咁而家莫雷拉只藍色衫嘅馬喺最外檔，喺外檔。咁潘頓已經出咗頭啦。阿莫雷拉喺度打緊上嚟，只馬有反應嘅，但係睇個走勢係打幾多白邊都追唔到，就堂堂幸運。係咪啊？越跑越遠嘅，係咪贏三個幾馬位三？三個馬位都有，二點幾啊！只疾風明區跑第四，翡翠鳳凰都係好，都係好噶。呢個跑兩次，一次第二，一次落第咁樣啊！好熱門噶呢啲，係熱門，但係都叫中單叫啊，都幾好啊！佢話反而買九號嘅位置啊，幾好啊，$18有啊，幾好啊！二号、九号、十四号派$228。